水利乡水火动员的游野客，当年来因为后段的排水沟无做，跌跌大雨一来就造成灾情，同时危害到附近的农作物。经过议员以及村长的叮咛，县长林明进是特别前来会勘，是为着百姓安全以及维护农作物。县府也决定要拨150万的经费来整治这条野溪。水利乡水火动员的下游野溪，当年以来因为后段的排水沟无做，常常山顶大水一来排袂离，造成当地居民的性命危险。经议员以及村长的叮咛，县长特别前来会勘。今日吼，来咱水利乡哦，永兴村吼，由咱前的村长吼，柯村长吼，啊，甲咱这个陈淑惠议员呐，啊，特别吼关心咱永兴村哦，这下溪啊，啊，今日来会勘哦，啊，这确实啦，这条路这条野溪也无整治好吼，嘿呀，讲咱山底吼大水来吼，啊，可能只粮产来去互冲破、冲害去哦，流失去。啊，所以今日来看看，确实有必要。啊，咱县政府啊，准备150万，啊，要来甲两边吼，甲做完固。县长会勘了后，发现这有马上改善的必要。为了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当地也承诺支出150万，来甲这条野溪整治好。今日真个感谢着咱林明进县长吼，会当率领着咱县政府团队呢，啊，到咱水利乡永兴村，啊，就是咱文化镇吼，来关心着野溪的建设。那县长来遮看了咧，非常的关心，啊，一直认为讲这条野溪呢，要尽速来做，所以当场来答应讲吼，先提拨150万，啊，来做着未完成这条野溪。野溪只要一工无改善，就可能造成百姓性命危险，尤其是较早捌发生过土石流的事件，若是无赶紧改善，是予当地居民非常的烦恼。大家拢希望即届县长来会勘，会当尽速来改善。因为这条野溪是哦，进前捌土石流过吼，啊，导致吼即个性命吼、哦、有住户性命财产吼也安全，所以吼即个拜托吼林县长吼啊来甲咱关心嘛咧吼啊，嘛真感谢伊今仔。带头吼，管理团队以及咱的议员吼，诶关心。虽然这条野溪伫较早就捌整治过，不过因为后段并无完整，为着民众不再担忧，希望会当赶紧来规划时间。记者安全场报道。